请你们开一家早上的 lunch。那接近360度的环境，可以让你看到外面的环山围绕。它现在是早上6点，所以都还没有人。早上这边会有免费的茶跟咖啡，你就可以拿着咖啡，然后坐在这里。你还可以走出来阳台，你就可以听到早上有乌鸦叫的声音。You don't mind? 哎呀！哇哇 ！Again？ 嗯。嘿，哎呀！先不过了。这一台给你们看一下，贩卖机械的唐吉诃德，什么都卖。它从定型衣、Uniqlo 的内裤，男女都有。然后袜子，然后还有尿布，尿布，还有那个是鲜美，就是他们吃的小朋友吃的米饼，刮胡刀，飞蛋牛的咖喱，基本上就是一个屈臣氏。现在在塔卡亚马，现在是早上8点。我们今天原本要去那个河长村的，不过天气好像是明天比较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改变行程。我们要现在先去昭市。哎，那昭市是每天开吗？对。所以它每天早上的7点，7点就开了，到12点。这个算是他们以前这边的市政府，就是官员办公的地方。然后它现在早上，它前面会出现这个小昭市，卖水果。应该是当地种、哎。还有那个 小番茄，100块耶。但这些水果都好漂亮哦。而且我们昨天去吃那家餐厅，它里面也有送我们一盘，我觉得它好香哦。应该是这边的小农栽种。然后豆哥很喜欢吃番茄，所以这个买回去洗洗就可以吃了。高山这边的木材很有名的，像一片不到1000呢。它这个里面啊，你看它这个大门里面锁着这个一台，这个他们这个叫什么？琴高台。是他们有祭典的时候会开出来。他们这边的这种台车很有名，因为他们这边木头跟木匠的手艺很有名，所以他们这个台车做得特别漂亮。它现在没开，所以我叫我拍个 QR code， 你们想要看自己 scan 一下荧幕现在。然后它这边是4月到11月的时候是7点到12点，但是到12月到3月的时候是8点才开始。它这一条昭市就是沿着它这一条河这样一路走过去，非常的舒服。牛奶低温杀菌过，65度C， 30分钟低温杀菌，每天限量，一瓶60块台币。的，哎，留点给我们呢，豆哥、豆哥，留点给妈妈。也是很浓很香，可是它的确跟北海道的那种不太一样，比较淡一点点。这大半瓶都是他喝的。他觉得他现在在参加那种喝啤酒大赛，只要1分钟内喝完，就可以再拿一瓶免费的。真的还蛮好喝的，早上喝一杯这个不错。现场在手工做他的小猴子，这边还有拿马吉串的小猴子。
我们一路坐车过来，不是看到很多田吗？他们自己种的米耶。米很好吃。因为这边的水质很出名，它这个米应该是会蛮厉害的。人生第一次看到这么小的茄子。鱼香小茄子。完全不用切。这边是鱼香大茄子。它有小茄子。是这个还没长大，还是品种小？品种小。Are you sure? Yes. 等一下，我们。No, you have to blow. Okay. 很烫，而且 you have to blow. 很烫。这个好吃的肉包。它的面皮跟我们的那个台湾的比较不一样，是说台湾的比较有 Q 度。你吃得出来是牛肉吗？是牛肉啊，可是它是就是嚼比较碎的，一条一条的那种肉丝的那种感觉。它偏甜，不过蛮好吃的。它里面还有笋子，然后酱不知道有加了味噌还是什么，一个不知道说不上来的味道，有加味里那面。可能有，就比较甜一点。是比较甜的。有一点比较甜一点。可是是好吃的，对，你看它已经整个就是在啃肉的部分，肉包子，肉包子打脸，就挤到脸都变形了。下一摊，哎，等一下，很重要，这边这里右卫门横滨这边有厕所，在这种地方，大家需要知道厕所在哪里。其实它这里这条街的前面也有一间厕所，你有看到吗？它头有厕所，然后这边中段也有一个厕所。我还以为你这说这间店是什么有名的嘞。没有，要跟大家提醒一下，厕所在这里。哎，这手工做出来真的很强，还有各种昆虫，这边有蝗虫，然后天牛，还有瓢虫，还有蚯蚓虫跟独角仙。它还有喂鲤鱼的饲料，哎，哪里可以喂？哪里可以喂鱼啊？那河里有超大条鲤鱼耶！哪里？他们都在拍鲤鱼啊！你看，而且这水真的是，往上游，哎，就是那个，没有，那是因为有人在那边丢面包，所以他一直往那方向游。这两家是一个很好的 combo， 这边是卖牛角面包，然后这边是卖热咖啡的。它的现烤牛角面包很香，完全闻得到它的味道，完全。Yum。它比较像热吐司，它的奶油感觉没有下这么多，所以吃起来比较不油腻，就是很比较干净。对，就是外面有一层酥皮的热吐司，热的好好吃哦。它这个桃子也是飞弹高山的。我叫他挑比较软一点的，结果好像有点太过软了，好甜哦。也蛮好吃的。蛮好吃的。可是我喜欢带皮吃。哦，对，好像没有皮，因为味道比较不一样。对，那个没有皮，就是桃子味会少一味。应该买回去饭店，然后跟他就是留那个皮这样吃。他现在是在钓鱼，因为我们在大阪去了一间钓鱼的餐厅。神奇小钓手。嘿，我讲过了吗？这边好舒服，我可能讲过。讲过。我再讲一次，这边好舒服。我是个老人。啊，好吃，台湾好吃。哎 ，message card，message card 好吃。嗨，好吃，我是 number one。
ここ元祖わかります元祖ですね。元祖 number one。他说哪里可以走钢索？没有，他是原主的。哦，好。这里一串，一串 one， 一串 one， 一串 one， one。早上吃肉对身体很好。他说什么？你叫他再讲一次，他有医学根据吗？他说早上吃肉会让你的肌肉就是专注。他为了卖东西，真的是什么都讲出来。你有听过一句话叫“美霸楚侯绿绿”吗？点干，这个当印章哎，它是一个小菩萨可以当印章的，这是木质的清酒杯，对啊，好漂亮，漂亮。耶，怎么？耶 ，Let go。哎呦，叫叫叫！哎。烧的那些打开吗？下雨吃了布丁鞋。How many spoons? Two, please. Two, okay. Then many, many from Taiwan. Really? Sorry. 还有上那个 YouTube. 好，来。你竟然坐在这边，然后老板播 YouTube 给你看，什么状况？高山的牛奶跟高山的鸡蛋，高山的牛奶跟高山的鸡蛋，然后都是他自己手工做的。对。哦。它是 no mix， 对。对。好浓哦。很浓。而且你玩最重要是下面有焦糖 ，caramel， 有 caramel。好吃。I'm YouTuber too。YouTuber too。Really? What's your channel? That's very small man. 哎呀，他也有 YouTube。老板有经营 YouTube。对。150人しかまだいないね。他目前只有110人，帮他订阅一下。这个可以帮他订阅一下。互相订阅一下，多互加一个人，强迫老板订阅我们的频道。じゃあチャンネル登録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OK。强迫他订阅。强迫订阅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我就完了，好，给我。这个布丁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谢谢。谢谢谢谢。谢谢你。拜拜。这个香菇啊，日本的这种香菇吃起来会有一种肉味，而且没有土味，所以在这边这么便宜，你要多买几包。你一直说我喜欢这里是老人，如果他有一天我老，他说要送我来这边的养老院的话，我会很开心。我问他说什么时候，现在出发吗？所以就是老人不会有怨言。你不会觉得说被送来养老院很那个，对不对？不会，我在这边我很开心，我每天就来走这条街就好了。Come from Taiwan， 黑芝麻，黑芝麻花生。哦，好香哦，很香。这是大外面是大豆粉啊，可是里面是什么？里面一样啊。里面也是大豆粉。不是，外面是大豆粉，然后里面是一样的那个糖。哦。一家127年。嗯。127年。他这家店120岁。哈哈哈哈哈。五代目。哦，已经到第五代了，第六代。老店。老店。ありがとう。美味しかった。おかでいい。啊，错。忘记给钱就要走掉。I don't know her. 多谢多谢，还会台语。多谢 Ben Kiki 呀。多谢 Ben Kiki。Ben Kiki 呀。哦 ，Ben Kiki 啊 ，Ben Kiki 啊。不用蛋糕吗？你那样台语 ，man cake。阿弟阿大哥在吗？阿弟阿大哥，是很舒服。而且他们都很喜欢，就是跟外国人沟通。你觉得这个招式怎样？雨猴的？好，比我。啊，比我。可以，喂，要不要买一个？就不一个。怎么？